八。对，还有六五五。三小啦，怎么是敏捷？现在问一个问题，现在怎么办？会不会一颗就结束啊？干这样就不好玩了呢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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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吧，应该不难洗啊。我是，这怎么办？对啊，10%全属超难洗，确实啊。我不想啰嗦，愿意上头的人总会获得相对应的回报。再见，我要37.5干嘛？我要39。就算它的效益大于36又怎样？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，39一定比它好。哎，39就好，我不贪心。真的真的真的，我真的是一个不贪心的人。出传说前有 10% 的几率是39，是敏捷，是13敏。所以我们要先求传说钱，然后再求13名。啊！再看到一次我就流。啊！是重播吗？如果是重播的话，等一下还是10名，但我得跟你讲，等一下是13%，好吧？我已经跟你讲，等一下是13%。老哥，男士可以叫他把全属还我吗？我平常这么会洗敏捷的人呢、欸，我怎么可能栽在敏捷身上？哎、欸，这砸钱过分了吧？干我钱这么好骗哦、喔？应该留全属的，我是不是应该留全属的？不能说我上头，我觉得不应该说我上头，应该是说我们有点梦想，我们是有梦想，你懂吗，男子？敏捷啊，13%啊！这两天完全看不出你有开台，你的意思是我什么都没做成吗？你的意思是我一事无成吗？欸、我应该留十犬的。现在不要说39了，我跟你讲，老哥，现在连36都洗不回去啊！敏捷啊，忍耐任务上面洗结合。No！我好像洗了快10000，应该说我已经洗了10000。DEX，DEX，DEX， 我有感觉，138，结束。我再看到一次我就流，我停了，我停了，我不管它是13%还是10%，我都停了。出什么？告诉我出什么？我不上头，我说过了，2024年的我不会上头，好不好？我再看到一次，我一定留，我一定留，一定留。哎、欸，我真的会了哦，我是真的会了哦，好吧，因为我放弃了，我真的觉得这一颗太难洗，我认真觉得这一颗心脏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一种它比其他心脏还要难洗的感觉。你就不能来一下敏捷吗？不能让我快乐一下吗？不能吗？
我只要再看到一次敏捷，10%我都留。我好像讲这句话以后，我好像已经很久没看到敏捷了。敏捷，再看到一次我就留。我不能接受，我不能接受。我不能接受。确实。全。我13%字看的还比10%敏捷多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我当下洗不到10颗出的那个10全鼠，我选择留下的时候，我的笑容还会在吗？我每次都是这样子，就是我先赚烂，我其实都会赚烂，然后我赚烂之后，我都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干我好像可以哎，那我就继续，然后就吐回去了。这颗398+2+1，谢谢工程师，谢谢你，我就知道洗完钱一定跳。谢谢你工程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来喽，上传说才是痛苦的开始。那如果我跟你说，我已经先请工程师帮我调好了，这一颗必出大三牌，你信吗？我相信你们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个会相信，好不好？但没办法，事实胜于雄辩。